24个小时里面，他的收入啊，从 D kids 罢了啊，几千。 二十岁我就打工了，20岁我是 engineer。Normally 20人家毕业 engineer 24岁啊，我早4年就开始打工了。OK， 所以速度我读书的速度也是很快。可是从20岁到24岁打工啊，我觉得怎样勤力都好啊，也是没有用啊。那个薪水到那个 level 就是那个 level 了。3年后啊，我的薪水是零。3 years same salary no increment。 Okay, so after 4 years 过后啊，我只是给自己这个explanation， 我讲 OK， 如果明年我更加努力，我的 salary 会更高，明年还是一样，下一年也是一样 ，OK， 所以我就开始做自己的生意哦。那时候呢，我很喜欢 iPhone， 那时候 iPhone 4 刚刚哦，所以我买了 iPhone， 我就买壳，然后我觉得哎。 我这么喜欢壳呢 ，Why not 我也是买壳哦？那我自己也有的享受，那我也是有的赚钱。可是我玩的游戏啊，我讲游戏，我玩的游戏有一点小。OK， 因为我如果你要买，你才给我钱，我才定。你不买，我就没收到钱哦。可是我有注意到，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也是跟我做同样的，不是卖电话壳。我和他的分别呢，就是他敢来。 敢来就是说哦，他投资先10,000哦，10,000啊，20,000买货先，这样子他的速度就比他快，因为他有货嘛。我的是要拖一个月才得到货，所以从那一边呢，我也是有学到一些东西，做生意的东西啊。因为我是 engineer， 我没有生意的经验的。但是卖电话壳哦，2、3、4年后啊，我注意到啊，人家的态度开始变了。以前我卖电话壳可以赚很多啊。 One casing 啊，现在多少钱？现在 one phone case 多少钱？10块、5块都有，7块都有。它7、8年前啊，那时候是2010年的时候啊，我们一个 case 啊3、400块的，1000、1200、1300的 casing 都有的 ，profit margin 很高的。所以，现在就是 as the time pass， 人家的 attitude 就越，他们就开始我要便宜的。 我要便宜的，我有，可是我有一个毛病，我很什么的，不是，OK， very stubborn， 我就开始 complain， 中了这个顾客这样子啊，哇，然后一直屌，我一直骂他，这个顾客这么好，这么这样垃圾的，不要给我买的。其实我学到很迟，我学到很迟，就是说environment change 自己要变。 我没有变，所以因为我自己没有改变的，就是从一个月的两万的这个 income 变到2000，然后跌到2,000，跌到0。OK，那时候我的朋友也跟我讲，你要放手了，一定要放手，你一直这样子抓着的话啊，你会死，你会死了，我不要放手。OK，我就辛苦做这个生意了哦，这是我的 baby 来的哦，不要放。OK，but after that 啊，after几年后我才放手，其实。 After that 就是我的父母亲就叫我去 property 那时候呢我也是跟错人，跟错人，跟错人 leader 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做，可是真的是 leader 很重要啊，所以你选错人的时候啊，真的是去荷兰的，那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去荷兰啊，6个月啊，一直打广告啊，做什么做卖 property 什么也是没有赚到钱的 ，zero， OK，很多东西要学的，如果你是要卖 property。 很多东西要学，虽然new property agent 你要有2天的课，6,700块，可是他们背后的 marketing 哦，你要打广告啊，每一个月1,000-2,000的一定要的。OK， then after that 6个月过后没有赚到钱，就买保险。买保险 ，any insurance， anyone sell insurance？买保险呢，虽然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可是呢，我们也是保险在马来西亚只能长期。 所以你要，你就到处都有了。所以呢，我接触的顾客呢，我已经有了，我有一个证了。所以呢，2、3年后也是，也是坚持下去，Crystal呢也是可以赚到一笔钱了，OK 了，可是很辛苦。那时候 Grab 也是很红啊，那时候我是这样，对吧？property 6个月，保险3年
After that 我就做 Grabcar 做一个月 Grabcar 开始的时候是 OK 的 开始的时候是 OK 一个星期哦你每一个星期你学那你要会玩了 一个星期里面收入大概1600 一个月就6000-7000 OK 还 OK 可是呢到一个时间 Grabcar driver 开始越来越多 Grabcar 也是不肯给这样多钱的吗 是谈到 incentive 越来越少 payout 越来越少 then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啦 有时候啊为了工作 我还记得 New Year's Eve, 31st December 哦, normally 人家是在家跟 family 庆祝的嘛 countdown的嘛 对不对 Happy New Year 有酒啦 我是在外面驾车的 midnight 11点晚上 New Year's Eve 我驾车 I bring people to celebrate 我自己没有 celebrate 那时候我打电话给 Crystal 讲 Crystal Happy New Year 我很后悔因为我希望我是在家跟你在一起庆祝 那个感觉很惨，是一个shit，really shit feeling one. Okay, then after that 过后我就做 online 的 website web developer, everything 是 self learned. Okay, then 那时候 Crystal 就接触了 Wicket, 他接触了过后 coaching 了过后，那时候我不知道 coaching 什么啦 Okay, 他第一个人是找我。 他跟我讲这个是产品这个是 business plan 什么什么我看了过后我跟他讲一声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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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 support 你就可以了 okay, 我 support 你就可以了你拿你的 flyer 过来 okay, 你拿你的 flyer 过来我帮你 post Facebook okay? Post 在 Facebook 了过后五分钟 post 我的朋友就 PM 我 what's this bro message what's this 分钟后直接有 respond 哦，妈的，我想要编他了。哎 ，bro， you do this 啊 ？No no no no， my wife do one。 Oh， why 啊 ？Bro， my children is doing intuition 啊。They know about this 啊，but they want to find out more。 Okay， okay， 跟着我去给他的电话号码，两三天后带他跟 leader 去 appointment， 直接卖了2套 bottle。 Okay， so 这是我的 first time 我就开始看到一点点，还没有 100% 啊。 Then 他就是不断的叫我跟他一起来做了，我也是不断的跟他讲不要了。那时候我就跟他有一个 competition 的，来今天看谁赚的钱最多。这个月谁赢就谁请客。所以第一个月是我赢了，就是开始吃哦。他就讲不要请你，我下一个月你请我，随便啦，给下一个月我就看他有进步哦。 在24个小时里面呢，Crystal发现在Crystal啊，24个小时里面他的收入从第一天发了啊，几千，一天。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觉得可以做的，我就加入了。现在我加入了过后，就是好像你刚刚new member经过了coaching，我还记得Alan 有 coaching，Crystal 也有 coaching， 很多人 coaching 我就是了啦，我没有听，我不听话的，自己来。 Okay, 自己做我要做的东西，成绩也是零。 Okay, then after that 我才放下自己，才重新学过，就是跟着 ABC 啊，Zoom 里面叫我做的东西，我才一步一步做。 Okay, 从那边呢，就是每一天就是重复罢了的。在我10年里面做的东西啊，VK是最简单的了，真的是重复做吧，就是这样子重复重复到今天的我们 Royal Ambassadorship。 Okay, 就是这样子短短的故事啦。Okay, 让你知道我们的 background 是怎么样。